拿下，起钩来！滚！小杨同学，你还在钓鱼啊？嗯。啊？还没钓到。钓上瘾了吧？来了！什么？巨物啊！对。我去！哇塞，兄弟们，巨物！哇，又有巨物！就是刚刚那个。这条鱼应该非常大了，我估计如果钓上来的话，起码得200斤。哇塞！看到它的，它跳出水面了。我小心，稍微放松一点，你不要又给它拉断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稍微收线，收对，频繁的按。好，对，千万注意啊，它这个压力啊，你注意点啊，注意点，别让它跑了，来，快技能。哇，要上来了！张力过高，对，按了，好，要上了！哇塞，兄弟们！等一下，你别太急，你别太那个。兄弟们，要上了！这又没了！我，哎呀，我去！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要上了。兄弟们，这个小翔同学啊，为了钓上一只巨物啊，都钓了很长时间了，但是就是钓不上来，这个巨物太大了。啊，起码得200-300斤，你们看，哎，又上钩了，哎，又上钩了，哇塞，又这个巨物又来了，看一下小杨同学，这次能不能发挥好，把这巨物给它钓上来啊，消耗它。你先别这么说，你就拍它这个巨物啊，它那个后面不要发那个激光眼，它出激光就是它就是有点狂躁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小杨同学有没有技能，对，有技能就放吧，有技能就放，消耗它，我钓，哇。它都浮出水面了，哇塞，不会这次真被它钓上来了吧？你先别说，这次钓上来的话，那真的是，我奖他100块钱，真能钓上来吗？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来猜猜看，小杨同学这次能不能钓上来？这次已经是好多次机会了，哇塞，完美哎，非常完美，哇塞，又是完美，小心，好，拿下，起钩来。有机会拿下来了，几百斤，我们来看看。奇珍拿下，奇珍，哇塞！来，兄弟们，看一下几斤？海洋小彩虹，哎，68.9斤啊！这个超奇珍啊，大哥！超奇珍啊！我的天哪！哇塞，兄弟们，你们33分钟，哇塞，出鱼骨。兄弟们，你们拿下了？你们有谁钓到过这么好看的鱼吗？哇塞，这钓的我人都麻了，我。小杨同学，一百给我。哇塞，我还输了整整100块钱啊，愿赌服输，那拿去随便买啊，哇塞，恭喜你小孩同学啊。